对，性价比比较高的，就是完美日记的比较好。为什么戴耳钉？分享一下，喜欢戴什么耳钉？最近的话，喜欢戴这些颗粒的，就颗粒型的耳钉，不喜欢戴那种，就是那个，它太长了。装起来弄得好就可以了，等你以后有钱了之后再去买那种有品牌的大品牌的，这样看你的皮肤就是什么油皮啊、干皮啊，是什么样的粉底啊，你要看。松卡无所谓，松卡又不是什么什么。没有什么问题吧，没有分了，这里都可以分的，因为我经常就是聊起来就分开了，很正常。你说的是这一条吗？想要你的照片就抱着，可以啊。有脚毛吗？好像没有。我家遗传就是没有脚毛，就是我爸他没有脚毛，然后我弟也没有脚毛，我妹我妈也没有脚毛，这没办法。以前不是白发吗？我感觉，就有时候感觉你们问的问题就很奇怪。就是冰下上的第一什么？就头发的话，你弄了白色，对吧？到时候你要去，它就长出新的黑色出来了，对吧？白发的话很难打理，就是每天洗头发的话都要很注意，这样的话它就变成黄色，所以反正就白色头发的话好看是挺好看的，就是挺难的，不想那么好。然后做什么工作？拍视频。
完了之后。能挣多少钱？姐姐带你不打，不跟你打。看小说吗？看。哎。看什么小说？看星辰殿。
梗都冒名的吗？对啊。缺妹妹吗？不缺。谢谢皮卡丘送的比心，谢谢谢谢。为什么不和陆嘉嘉一起拍？你问他。这个送的啤酒。不不不，什么叫我用眼睛勾你啊？我看的我的屏幕就是在勾你啊，纵容的就被勾走，你怪我累你不、知道段嘉许吗？谢谢意思，谢谢小土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小土，谢谢小秋小皮卡，谢谢皮卡送来的礼物，三一头。